欧耶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法门，简单到基础，信、愿、持名四个字啊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这信、愿，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啊，持名就是老实念佛，啊，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叫老实念佛。啊，让我们心这个心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念，这叫持名。啊，所以他说的是真的。从往生传上看，有不少念佛往生者，尤其是乡下老太婆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都有，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。啊，但是他真的发心发菩提心。为什么？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就是菩提心。他一心一意求生西方，那所以他确确实实符合《无量寿经》上的要求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欧耶大师一语道破，真心发愿求生，然后再修筑功德。他的行持处世待人接物自然不一样啊。未发菩提心之前，起心动念他想到自己啊，发心之后啊变了，念念为众生设想，把自己忘掉了，这一点要学，要认真的学啊，要学得很像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啊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想尽方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。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啊，现在人人都爱看电视、电影、歌舞、报纸、杂志、画刊，这些东西都是在搞六道轮回，与我们不相干的。啊，真学佛的人一概不需要。啊，家里人要看电视，只能由他，他被境界所转。你看了怎么样？如如不动。啊，知道画面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外不着相，心里也没有染著，再用定功啊，一家人过人搞过人，那不相妨碍。六波罗蜜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是万缘放下，心中一切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烦恼牵挂统放下，这叫布施。那持戒就是守法，守老师教戒之法啊，并不是限制在杀盗淫妄，杀盗淫妄的戒当然要遵守，还要守现在这个地区的法律风俗习惯，然后我们修学才不会受到
阻碍，忍辱，无论做什么事，要有忍心、耐心、长远心，啊，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达到，啊，这个理想愿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第四是精进，精进是天天求进步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句话没错，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先断烦恼，否则所修的都是邪知邪见，反而坏事。祖师说的话一点不错，烦恼不断要专修一门，烦恼断了可以广学多闻，这个不能不遵守啊，不遵守就不能成就啊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李老师的麾下同学很多啊，啊，看看同学们能有成就的都是守老师规矩，啊，不能成就的都是随自己的意思，不守老师规矩。这60年看得很清楚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，啊，证明古圣先贤祖师大德教给我们都是真话啊，先断烦恼后学法门。啊，是往往看到一个人用心修学，未出名的时候人很谦虚，出名之后啊，傲慢心就生起来了，功高我慢，什么都瞧不起啊，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，博学多闻，学得越多烦恼越重，到后来一事无成，反而障碍了往生。那唯有精进才能得定，定是枢纽，慧是目的，最后啊是般若智慧呀。啊，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标准，坚固不退。那平常用功要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昼夜不断，一日至7日，叫大佛期。啊，7天7夜不能中断。啊，见任何人大佛期的时候不打招呼，啊，那个佛号一句一句接上去，不能中断的，这打招呼就中断了。啊，所以参加精进佛期，精进佛期现在少了，啊，不容易啊。7天7夜，这佛号不中断了。啊，避免大宣茶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道场大佛期变成法会了，已经失去本来的志趣了。啊，念1天1夜容易做到。啊，因为24小时专注一句佛号，效果比平时念佛大得多。啊，经上讲夜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。啊，经虚语间，这时间很短暂，你就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即生我刹。
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的地位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这几句话非常要紧，前面曾经提到十方众生往生，没提出条件啊，哪些人有佛戒瘾，哪些人佛不戒瘾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众生临命终时都是阿弥陀佛来戒瘾，我们应当以四十八愿为基本的根据。阿惟越智是梵语，就是不退转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圆证三不退啊，这一句话重要。圆是圆满，证得三种不退啊，等于圆教八地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。我们要感恩啊，我们要接受啊，要真正听话了，要真干了 啊这个利益太大了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 啊从一个凡夫就到了八地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，有一些菩萨们相信你能往生，但是不相信你能做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在此地说的话，句句真实，一个字妄语都没有。啊，那我们就有福了，我们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，啊，知道。这是弥陀本愿加持啊！再看下面第十二章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终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啊，这一段是讲十方信愿持名的众生啊，真正发愿，愿心坚固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。重点是在下面，若有俗物，我这一生没作物，不能保证过去生中不作恶，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哪有不作恶的道理啊？那么这一些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怎么办？佛教给我们悔过即生，你只要能够后悔啊，再不作恶了啊，唯道作善啊，遍持精戒，愿生国刹，这就是诵经持戒，发愿求生净土，命中不会再跟三恶道啊，不会堕三恶道啊，即生恶果。若不尔者，不去正觉啊。这一句，这一章啊，并不难懂啊。我们看这个注解啊，凡夫往生平时依教修行，积功累德，
发菩提心，智持名号，余生极乐无不随者，啊，个个都能满愿，都能成就。还有一种术语，回过往生的人，那其品位高下，那要看他忏悔心的程度。啊，在观经里面看到二十世王犯忤逆罪，临终时忏悔，念佛往生。啊，佛说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。那闻我名号，信念我国，这个文字里头有信有解。啊，信念当中一定有愿有信。换一句话说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他都具足了。啊，三个条件都具足。往生西方的意念非常坚强坚固。啊，有强烈的欲望，执中得本，就本宗言，就是智持名号。我们怎样执中得本？念佛就是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念念不曾丢失，这就是忏悔啊，这就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就用一句佛号。92年让我们看到无与伦比的成就啊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他老人家往生肯定是上品上生，啊，阿舍世王是造无逆物，贤公老和尚没有造物，92年不间断，当然是上品上生，啊，超过二十世王多多啊！啊，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要想断卧修善积功累德。只要相信，信愿持名，你就做到了。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无不随者，一生所解所行所修者，就一个愿望，就是来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没有一个不如愿。过去所造的恶业应当忏悔，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忏悔，不要再用别的方法啊！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恶念就消失了，又何况又得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威神加持啊！是自古以来有不少大德，也不是一学佛就学这个法门啊，莲池大师、欧耶大师、近代的印光大师都是通宗通教啊，到后来接触这个法门马上就相信啊。我学佛之后第5年遇到净土法门，但是不相信。那最初教我的是禅云法师，我没接受。
啊，以后跟李老师10年，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专弘净土。我接受他的教法，尊敬他，不排斥，但是还是不相信。那到我讲《华严经》讲了一半，发觉华严会上所有菩萨都念佛求生净土，文殊普贤是华严世界等觉菩萨，在四十华严第39卷里面有一段经文，详细的给我们说明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啊！啊，经上说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，十地十是初地，宗是等觉，一共11位次。啊，这11位次的菩萨，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。我看到这些经文，才知道事实真相。知道之后啊，才相信这个法门，是一切诸佛度众生、了生死、出轮回、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啊，这一句话，我在《无量寿经》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，啊，序文上写进去了。啊，真是难行之法。所以建立信心有两种，一种是真心认识、明白、了解，信心决定不会动摇。啊，另外一种呢是老太婆式的信仰，虽然不懂而善根深厚，叫他念佛他就死心塌地的念佛，一生不改，决定往生。我们不如他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台北年有念佛团，有一位李继华老居士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认识的。啊，有一次集会的时候，他向莲友讲了一个半钟点，声音洪亮，讲完之后向大家说我要回家了。那大家以为他年岁大了，那时候80多岁了，要回家休息了，没有想到他下台走到客厅，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，真自在啊。视线给我们看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才20几岁啊，啊，看到这一幕，那是现身说法，没生病啊，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会往生呢。啊，为大家讲开示，讲得很欢喜，很认真，啊，让大家鼓掌赞叹。他跟大家辞行，我回家去了，他回极乐世界老家去了。啊，那么有人说，他2-3个月之前就知道自己要走，星期假日，
到老朋友处聊聊天，好，似有惜别之意。那这李济华老居士，这我认识的人，见过的人。那么下面这是我没见过的，我听说的。二次大战之后的香港河东居士夫人，何世礼将军的母亲，全家是基督徒，只有老太太幸福。但是儿女很孝顺，所以家里头有佛堂，彼此没有冲突，他们学基督的学基督，老太太念佛念他的佛，个人不相妨碍，那么他的往生给香港人很大的启示，他往生那一天，他预知时至，把他的子女及家中亲属统统找来，他说我们一家宗教自由，但是我今天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我们母子一场，今天呢你们念声佛，念声佛号，送送我，这是最后的要求，于情于理都讲得通。他盘腿一坐，坐了不到一刻钟就走了。这一表演呢，他们一家人都信佛了，从基督教改信佛教，全信佛了，平时不说话，临终表演给大家看，结果度了一家人，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，所以不怕人不相信，只怕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家，功夫真正到家，表演给他看，他真相信，未到作善呢，便持精戒，善恶的标准要知道，佛的教诲是标准，戒律也是善恶的标准，但有一个总的原则，那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总原则。更进一步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我，为什么？它引起你的贪嗔痴慢。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，应知世人与佛的观念不同，佛是觉者，觉悟的人，圆满觉悟的人，众生在迷言，六道从自私自利的念头上来的，只要有我就有轮回，就有三界六道，佛法自始至终就是破执，破了我执就证阿罗汉，超越三界，念念为我呢增长我执，有法执者不能见性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又如参禅，一坐一个月不出定，但是我执没破，他的果报呢，将来可能在色界天，在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，念佛可以了生死，出轮回，生西方，但我这个观念越淡越好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，所以平时处事起心动念为别人设想，为社会设想，不要想自己，
每一天读诵经典，接受佛的教诲，把佛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生活行为，此之为学佛啊，这真学佛了。如此行持，命中绝不会堕三恶道。那为什么？相由心生，你心里头没有三恶道啊，三恶道是贪嗔痴啊，贪心重的魔鬼道，嗔恚心重的地狱道，愚痴重的畜生道。那所以你不贪不嗔不痴，所以你不会堕三恶道啊，这就是相由心生。下面第十三章啊，有三愿：过无女人愿，厌女转男愿，莲花化身愿。我们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这就是二十二愿。那、只有一句经文。那、下面第二十三愿：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这是厌女转男愿。下面经文：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这第二十四愿，莲花化身愿。啊，这一章里头有三愿。我们看注解：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时，看到十方世界男女杂居啊，纠缠不清啊，所以他建造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妇女，凡是女人生到极乐世界，通通是男生，相貌如有美丑不同，就有差别。西方世界是平等的，所以相貌完全一样。啊，为什么？相貌不同，啊，相貌好的容易起傲慢心，相貌丑陋的容易起自卑感，这都是烦恼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要求是平等对待。我们讲和睦相处，所以他的相貌相同啊，身体体质也相同，个个都是无量智慧无量寿命啊，相貌完全跟阿弥陀佛一样。